哥，你醒了。这一大早你盯着我看，是我脸上起什么东西了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等你起床呢，喝口水吧，我一直捂着呢，还是温的。谢谢了。啊，哦，哥，我昨天晚上把你毛巾也洗了。行，这小子脑子没坏，还知道咱这儿该巴结谁。我没进来以前，他们这帮人也这么对你？并没有。说说吧，为什么总帮我做事儿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想跟着你，心里踏实。这屋里这么多人呢，就跟着我。我觉得你跟这些人不一样，你是好人。我都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了，我还好人呢？我刚到这间监室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愿意搭理我，只有你愿意搭理我，还把这件羊绒衫给我穿。从小到大，除了我爷爷，你是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。你真把我当成你哥了。其实从小到大，我一直盼着能有一个罩着我的哥哥。行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哥。哎，哥，我不相信你会杀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眼睛里面没有杀气。你对我这么陌生人都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那肯定是警察搞错了。就像前段时间那个贩毒案，要不了多久，你肯定就能出去了。老冯，哎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啊？说严谨六年前还杀了一个人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来，先喝碗汤。现在网上都说是严谨六年前杀了他的拜把兄弟，还说他妹妹联合了大律师沈丽妍一起赢了官司。网友都说这事有猫腻。你说这网友真够八卦的，这把六年前的案子都扒出来了。哎，他们这么造谣就不怕违法呀？那严谨到底有没有杀人啊？当然没有啊，这六年前案子已经破了，那个凶手已经枪毙了，严谨是清白的。哎，这事儿可别乱传啊，尤其别在小吴面前提。不知道，尝尝咸的，有点淡，有点淡，拿点盐啊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暴力一点成本都没有，这帮人才会如此嚣张。哎呦，我说了不让你看，不让你看，你还非得看。你说你这身体还不舒服呢？来来来，把这药喝了。啊。这严家
也真是够倒霉的，总摊上这样的事儿。也不知道严慎那边怎么样了。哎呦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严谨他是清白的，严慎肯定没问题呀。你别忘了，当年啊，你急得心脏病都复发了，这关键时刻。 严慎，是我。来了，严慎，师母，好想你。哎呦，我也是，好久不见了。老沈，严慎来了，来里边请。 严慎来了，沈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快坐吧，别站着。哎，喝茶。哎，最近休息的不好。还行。开庭日期定下来了吗？12号。啊。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，案件进展的不顺吧？ 目前警方搜集到的很多证据都对严谨不利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翻盘的制胜点。喝茶。依我看，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要像当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，你和严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 我哥因为做卧底已经在里面吃了很多苦，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。况且，我父母现在身体都不好，就算我哥熬得住，他们也未必熬得住。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打赢这场官司。律师不是神，不是什么官司都能打赢的。 你呀，别跟自己太较劲了啊！不会，只要我哥是清白的，这案子就一定有转机。我只是需要一些运气罢了。<笑>运气也不会总青睐一个人，你还是应该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。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？ 最近网络上是闹得很凶，虽然都是一些谣言，但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去压制一下。舆论风波会让法官对严谨产生不好的印象。这个我已经找人在处理了。那就好，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有什么需要师傅帮忙的，随时来找我啊。不必了。 我也不一定能赢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办法有很多，比方说，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战玉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。
心啊，你这样做非但打不赢官司，还有可能把自己给陷进去。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，到我家。真是多亏你了，王大夫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躺多久。陈警官太客气了，主要啊是你爱人照顾得好。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总让我摊上了，我又不能跟他离婚。陈哥，出院手续都办好了，车就在楼下等着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忙了。好嘞，王大夫，您忙哈。啊，辛苦啊。嗯、我来吧。哎，你别打手吧。哎，李局特意吩咐的，让你在家休息一个月。我躺了都快长毛了，还歇？有我一天抓不着，我就一天睡不了安稳觉。把你嫂送回家，咱们回队里。直接回队里啊？嗯。怎么了？不是，你好歹在家歇两天，你陪陪嫂子和孩子嘛。哎，你们成夫之段，只有躺在这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，是我跟孩子的人。晚上早点回来吃饭，让周斌送你回来。放心吧，最近辛苦了，我要好好歇歇。行了你。走，你俩东西吧。哎，出院了吧？啊，没事了都。我这边太忙了，就不过去接你了。你回家好好休息。不用。怎么感冒了？吃药了吗？没事儿，小欧给我带药了，放心吧。啊，哎，还有几天严谨的案子就开庭了，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我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，你就别操心了啊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就打电话问候你一句。你一听就是没好利索，别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药啊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管好你自己吧，挂了啊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这个小美人虽然没有交代刘伟的下落，但是她说，毒品配方其实是刘伟从之前一个制毒人手里得来的。这个刘伟原本还想把这个制毒人给干掉，没想到让他给跑了。制毒人。也就是说，小美人跟刘伟跟六年前的1020大案没什么关系，真正的漏网之鱼是这个制毒人。没错。关于这个制毒人，小美人还说了些什么？她说她跟这个制毒人从未谋面，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最初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头几笔交易也都是在网上完成。这个人的货很不错，买家很认。刘伟想做一条龙生意，所以才动了杀人偷配方的念头。所以咱们现在除了刘伟，还有一个制毒人要抓。喂，有个疑似刘伟的可疑人员在广西边界的小县城出现了，立刻调取探头资料，确认嫌疑人身份，派人跟进，必须定紧了。广西与越南交界，看来他是想逃到东南亚，要把人在国内抓住。一旦流窜到国外，麻烦事儿就多了。嗯，能在办公室里喝到这么顶级的手冲咖啡，真是种享受。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三分之一，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。你看我这天天忙着案子，实在抽不开身，能不能拜托你去做代理店长，解决一下那边的问题啊？我？对呀。你本来就是做生意的，能把似水流年打理得那么好，肯定没问题啊。可是打理一个小咖啡馆和那么大个餐厅是两码事儿，我怕我应付不了。总比我这个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人强吧？你也知道，三分之一对我哥来说有多重要。不管案子的结局怎么样，他都不希望三分之一会垮掉。三分之一不会垮掉。严姐一定会回来。
严小姐好。我带朋友参观一下，通知于经理，十分钟以后到严总办公室开会。好的。除了这个能容纳将近100人的大厅以外，楼上还有20多个包间，人均消费都在800以上。包间也分好几个档次，小包、中包、商务包都有，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。来这吃饭的人肯定都很有钱吧？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当地人，还有那些到梨园来旅游的外宾。只可惜，树倒猢狲散。走吧。这边就是咱们的水产区。吴经理。哎。小红。你们认识啊？他是我大哥，和青子一样。真巧。这些龙虾怎么都死了呀？没办法。这现在客人少，点的也少。这再好的海鲜呀，这换了水土也活不久。严谨一贯对食材要求很严格。这连只死虾也不让少喝，所以没办法，就给扔了。倩儿，扔了吧。走吧，小欧，到办公室说。王大哥，你先忙，我先过去一趟。哎，小，你忙啊。哎。让季小姐做代理店长，有问题吗？小欧是我和严总的朋友，又有多年经营咖啡馆的经验，我相信他可以帮三分之一渡过难关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有话就说。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，季小姐您千万别介意。现在网上传的是风言风语的，大家都知道严总的案子多少都跟季小姐有关，季小姐这个时候来店里，大家肯定会有抵触情绪。现在我们最迫切的就是恢复名誉，如果有客人在店里看到季小姐的话，会不会又有新的麻烦？你的意思是我哥真的为了季小欧杀人了？不不不不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严姐。于经理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做代理店长总归是要抛头露面的，特殊时期我还是低调一点。不如我先谈谈我的想法，如果你们觉得可以，那就请于经理带领大家试试看。那季小姐有何高见啊？想要在短时间内增加盈利，弥补亏损，我觉得可以把三分之一从高档的海鲜餐厅变成接地气。我们购入过量的可以提前把它们做成麻辣海鲜卤味，这样既可以放在店里面当小吃卖，又可以包装成袋让客人外带。
立刻让各部门经理集合开会，我要隆重推出我们这位代理店长。于经理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，我还是别冲在前面，一切由于经理去办，我就在幕后做做军师，实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再过来帮忙。好，听你的。这是严谨办公室的钥匙，你拿着。这个不太好吧？于经理他们在前线打仗，你总得有个后方指挥中心吧？严姐说的对，如果有任何情况的话，我就来这儿跟您一块商量。餐厅的所有员工分成白班、夜班两组交替倒班。好的。哦，今天让人去赶制夜宵大排档的海报，然后招募早餐合作团队，争取两天内就把大排档给推出去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嗯。季小姐，您……啊，我可以在这儿单独待会儿吗？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如果我说我是缉毒英雄，你信不信？你现在只需要知道，我还是你心里那个严谨，在我的心里面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现在特别想我爷爷。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，一日三餐能不能按时吃上。放心吧，政府一定会照顾好你爷爷。哥，你心里有惦记的人吗？当然有啊，我想我们家老爷子、老太太、我妹，还有一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姑娘。那个姑娘一定长得很好看吗？你出去以后会娶她吗？一个小屁孩哪来那么多问题？睡觉。再有两天，我的案子就要二审了，我睡不着。律师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，
已经尽力了。哥，你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吗？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要杀他？玛丽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就是个傻子。李哥，马林那小崽子到底怎么办的？你听这动静还用问吗？维持原判，死缓，缓期两年。哎呀，其实这已经算挺幸运了，只是这孩子想不开。不是，那孩子不就是孩子吗？那他小啊。王管教，王管教。王管教，什么事儿啊？马林他怎么样了？马林的状况很不好，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儿。我能不能申请安抚他一下？他认我当哥，他听我的话。有人吗？放我出去！我不想死。我不是坏人，我真的不是坏人，我不是坏人，我要诛杀我爷爷，放我出去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想死。阿林，你哥来看你了。哥，哥，我不想死，我不能死，我死了我爷爷怎么办啊？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？我不想死。悲观，不要那么悲观。缓期两年，好好表现一定能够减刑。缓期有什么用啊？我这辈子都住不起，我爷爷死了都是两里后事。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。马林。只要我能出去，我一定把你爷爷当成我自己亲爷爷一样照顾。你放心吧。知道吗？其实我也有一个很喜欢的姑娘，她叫曼曼。出事之前我约她一起看过电影，但是那天我忘记给她买花了，答应回头补给她，现在也没机会了。放心吧，只要我能出去，你给曼曼的花我帮你带走，你说的话我也会带的。不用了，哥，我还是让他早点忘了我好。哎，哥，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啰嗦，说。别跟我爷爷说我被判刑了，就跟他说我出国打工赚钱了。
以后我每个月20给他汇钱，我就说那是你的工资。袁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哥，这件羊毛衫还给你了，谢谢啊！你就穿着它，你穿着比我穿好看。真是记大的啊，1/3那么大的餐厅你都敢接啊？我不管谁管呀，严山天天为了严谨的案子忙得觉都没法睡，我必须支持他。不过1/3海鲜大排档听着倒是不错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当然需要，赶紧在你外能的朋友圈帮我宣传一下，让你亲朋好友去那儿宵夜打5折。没问题，不过你就打算穿这身去吗？怎么了？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你懂不懂啊？那种大门面，你不穿得体面一点，他们肯定不会分得管。哎呀，我不靠那些，我这样挺好的。挺好什么挺好？我要是不帮你打扮，你就成没人管的灰姑娘了。正好最近我在唯品会收藏了几个牌子，都有折扣。我帮你选一套，不必了吧？等一会儿，下单了啊！一会儿把钱转给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，不能让他们那些人瞧不起你。这款适合您看。一看就没有好好睡觉，粉底都盖不住你的黑眼圈。知道哪天开庭了吧？还有3天。看你的样子，这个案子难住你了。这些日子，我拖遍了所有的关系，查阅了所有我能看得到的案卷，在那些案卷里，警方提供了足够证明你犯下杀人重罪的证据。他们的证据看似完美，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。单凭那枚打火机能出现在尸体的口袋里，那就是一个笑话。你的反驳我都看到了，但那只是你自己的论述，只代表了一种可能性，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你说的是唯一的事实。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没有杀人，那人就是我杀的了吗？啊，这明显是个悖论啊！事实上，警方提供的证据虽然不够完美，但杀人动机、人证、物证全都有，已经足够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了。我们还有没有胜算？当然有。我不是说了，警方的证据并不完美，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，这是我们做无罪辩护最好的突破点。但至于效果如何，只能看法庭如何采信了。只能等庭审了吗？除非真凶能在3天之内出现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我是被冤枉的，赵廷奴为他们凭什么啊？抓不到刘伟就要判老子死刑，我不会满足他们，我要上诉。哥，我相信你没有杀湛宇，你也要相信我，不管那个刘伟能否在短期内被捕，我都不会让你出事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。
严律，有您的快递。我相信你没有杀湛宇，你也要相信我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。这样的官司，就算换作我，也未必能赢。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湛宇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。你这么做非但打不赢官司，还很有可能把自己陷进去。小姐，我们店新推出的这个海鲜烧烤大排档，二位要不要试试呀？哎，这家店听说不错啊，要不要尝一尝？哎，三分之一是那个杀人犯开的黑店，去，走吧。我在，我在。现在立刻派人去路边拉客，进店的前20位顾客免费用餐。免费吃啊？不是，季小姐，咱们的定价已经在赔本了。中国人喜欢热闹，从这经过的人之所以不敢进来，就是因为看到里面没人。请这20位客人吃饭，虽然是在赔钱，但也是给我们制造人气。这个钱花得值。好，我试一试。你们俩跟我走。哎，陈老板，有日子没见你了。前段时间出差啊，刚回来。你这改大排档了？这是今天刚新推出的宵夜大排档。您来都来了，那就里面请吧。想吃吗？看起来挺丰盛的。陈老板是常客了，今天晚上给您打八折。给陈老板找个好位置。好的。小姐，我们的店面和人工费用全部都回来了，
还余下5000多，第一天能有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而且今天还来了两个老顾客，都是严总的朋友，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，1/3肯定能翻身。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于经理您了，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过来了。可是严姐都让我听您的安排啊。这严姐的案子马上要开庭了，我还是少在这里出现，以免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果店里有什么情况，咱们随时联系。好的，回见。娇姐，谢谢您，严总一定能平安回来的。只要你珍惜那爱与我